你们怎么回事？ Tao Tei 都冲到镇的门口了，镇的几千御林军，还有无数的黎民百姓，一眨眼全都没了。被捕获那个饕餮现在在哪？关帝牢了。要利用他杀死兽王，兽王死了，信号就断了，成千上万的饕餮就会降住无用。